大家好，你看奥运会的金牌，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但是呢，首先我想感谢你们大家对我的支持。哔哩哔哩球迷朋友们，我是丹麦羽毛球运动员安赛龙，我很喜欢中国的文化，已经学了五年中文了。Round one，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四是四，十是十，十四是十四，四十是四十。红凤凰，粉凤凰，红粉凤凰，花凤凰。八百标兵奔北坡，北坡炮兵并排跑，炮兵怕把标兵碰。标兵怕碰炮兵炮。Round two， 谦将张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复乱其所为。所以东心忍性，张翼其左不能。Round three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赛龙，我想祝大家端午节快乐。在外地工作的人别忘了吃粽子。马上就要高考了，祝愿每一位考生就能考出理想的成绩。